教大家折一个超级简单的郁金香，一看就会。正方形折纸对折，再对折一次，两个角对折成三角形，沿着这边画一半心形，用剪刀剪出来，需要三个，把其中一个两边粘上双面胶，然后这样斜着粘在两边。这边也一样，注意两边要对称，这样花朵就做好了。用绿色的纸卷一个枝干，把一端捏平，粘上双面胶，再把花朵粘在上面。最后把剪好的叶子粘上就可以了。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大家都学会了吗？